内建的相机软体其实没有什么大问题，内建的相机软体其实没有什么大问题，拍出来的照片。内建的相机软体其实没有什么大问题，我们就一倍的正常。内建的相机软体其实没有什么大问题，就是你可以拍出。内建的相机软体都没有，内建的相机软体没有什么大问题，你该拍的照片、影片也都不会有什么。内建的相机软体没有什么大问题，你该拍的照片、你拍的影片都没有什么。内建的相机软体没有什么大问题，内建的相机软体没有什么大问题，只是没有手动的模式，就是你可以准确的控制你的 ISO 或者是快门速度，你可能需要下载其他的第三方软体，像是 Open Camera 之类的，才可以使用这些功能。内建的相机软体没有什么大问题，该拍的照片、影片看起来就是你可以直接上传到社群，没有什么大问题。但是如果你想要比较专业的，内建的相机软体其实没有什么大问题，你该拍的照片、影片按下去都可以拍照片，然后出来的影像都看起来没有什么大问题，都还蛮。内建的相机软体其实没有什么大问题，拍出来照片、影片你都可以直接上传，都不会有什么。内建的相机软体其实都没有什么大问题，该拍的照片、影片都不会有什么。内建的相机软体没有什么大问题，该拍的照片、影片，广角跟标准镜头都就是使用都还蛮正常的。但是如果你要开始使用一些比较专业的手动模式，那这个软体内建的相机软体就比较有局限，因为它没有办法。准确的控制你的 ISO 跟你的快门速度。如果你需要这些准确的东西，比较手动的东西，你就要去下载其他的第三方软体，像是 Open Camera 之类的。What the fuck？内建的相机软体其实没有什么大问题，该拍的照片、影片、广角跟标准镜头都拍出来都很漂亮。但是如果你要开始使用一些比较专业、比较手动的东西，像是专业模式，在这个相机软体里面是没有办法调整 ISO 跟快门速度的，就是只有一些基本的调整。那如果你需要这些深入的调整的话，你可能需要下载第三方的软体，像是 Open Camera 之类的，才可以调整这些东西。